连续几个奖项都是这几位同学上台领奖，实在很风光。五六个，有些什么？一张奖，体育奖，就领了很多个奖。对啊，很开心吗？开心。太平区迷你小学黄竹国小办毕业典礼，仅仅六位毕业生，大家至少都领到五个以上的奖项，椅子底下都塞满了奖品，让学生超开心。还蛮多的，记不起来。四张奖，还有校长奖，就是学到的东西比较多。学会很怀念这里吗？会。最怀念这边是什么？全部。因为很难得能够看到这么小的学校。所以大家感情都很好。对。校方也特地收录全校老师、家长及在校生的祝福，以及毕业生在校的点点滴滴，制作成纪念光碟。毕业生看得窝心之外，看到孩子的成长过程，也让家长感动落泪。我发觉他们的自理能力变得很好，而且对于各种昆虫啊、各种动物啊，他们都不会害怕，都会去想要去触摸，而且都可以告诉我这个昆虫或者是这个猫头鹰是各种品种，他们都会知道。溜直排轮啊，游泳课啊，打水仗啊，就大家都活得很快乐，而且学习事情的样式会比较多样化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少，什么都要做，所以我的小孩在这边很快乐，而且学习到很多的东西。大声唱出离别歌曲，说声珍重再见。有在校生终于忍不住痛哭，狂飙泪。反倒是毕业生很坚强，拍拍肩膀安慰学弟，让大家见识到小学校的深厚情感。记者吴怡婷台中报道。